刚发现一个低级错误，系我已经唔记得咗啦。就系呢一类嘅电变，大家 set 遥控嘅时候要注意，就系咧去翻个遥控嘅 system 入边，你要去拣翻channel one 就系关个转向时啦。咁你睇下用乜嘢 servo 啦，通常呢佢有 normal 啦 ,SHR, 或者係 SSR。如果啲M17 呢，佢应该仲有一个再高阶啲嘅，我唔係好记得，好似叫 SHR 之类啦 ,SSR,SUR 定唔知咩。总之呢如果你嘅 servo 唔係三和或者唔係啲特别功能的 digital servo 呢，你就基本上呢是要用 SHR 或者是 normal 来 set 支槍会比较稳阵。如果你的电变也都是普通的原装电变呢，就最好都是 set 回 normal。如果你的高级电变呢，你就可以试一下 SHR 可不可以控制到它，甚至无 SSR。如果它是没有反应或者有些反应异常呢，你就可以轉翻佢做一啲普通嘅模，但係亦都要提一提大家咧，轉呢啲模嘅時候咧，大家要對多一次個 bind 嘅，對，即係呢一個，你要對個接收對翻一次佢先至 function 到嘅。如果唔係咧，佢係唔 function 嘅。好啦，咁譬如呢一啲電變咧，記得設定翻去 normal。如果唔係咧，呢啲電變咧係會有啲怪動作嘅，譬如你set 咗個電變係向前 break 同埋頂多一下先向後咧，佢嗰個後波咧時有時冇嘅，有時係 break， 有時一頂落去咧佢就突然間會變後波，完全係你摸不着頭腦嘅。但你如果 set 翻 normal 嘅時候咧，喺支遙控度，個 channel two 如果 set 翻個 normal 咧，呢啲情況咧就少發生好多啦，幾乎冇啦。